刚刚上市的尔湾是 Stonegate 的一套新的 condo。那这个街区它是在一个很安静的位置。Stonegate 的小学呢是非常有名的蓝丝带学校。一进小院子，很温馨的小院子，种着小果树。这是他的侧院了，这里是入户门。这个门是上下分开的，可以单独的来开启关上。一进门是一个挺宽敞的玄关，楼梯上二楼，这边是车库，这里是一个全卫的洗手间，带一个卧室。去看一下客厅、厨房和餐厅。在这个边角是一个pantry， 好整齐啊。我进来拍视频的时候，主人此刻在车库，主人还在吃他的午餐。一个院子，这个电视挂在墙上，这就是不会带走的了，会留下来。一个侧院，这个院子我得去看一下。因为它是一个边户，所以院子偏大一些，非常的精致啊。这是他的正门前，刚才我就是从那个门进来的，挂的小灯。柜子、地板还有背景墙都是做了升级。好，我们去二楼。这个地毯也是升级的地毯。一上来是一个卧室。这栋房子是在 Stonegate 社区，学区非常好。这一排打的是柜子，还有一个好温馨的小卧室。两个学习桌，这是洗衣房，很明亮。这里就是主卧了。地面是大理石的花纹的瓷砖，非常的整洁啊。